据媒体报道，7月1日，以色列军方向媒体公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往事，那就是在十几年以前的黎以冲突中，以色列第401装甲旅第9营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失败。此次失利对于以色列国防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，所以此事件直到今天才被公之于众。我们知道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以色列陆军在中东地区都是无敌一般的存在，其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有好几次都深陷险境，多次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。然而以色列陆军硬是凭借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战备素养，赢得了五次中东战争，在中东地区打响了名声。虽然周围有大量敌对势力，但是这些国家现在全都很害怕以色列，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据悉，当时的401装甲旅进入了一处高低起伏且有大量灌木丛的复杂地形中，由于有步兵协同，所以装甲兵们显然是有些掉以轻心。不过第401装甲旅并未协调好自己与其步兵的沟通，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正悄悄降临。